大家好，大家一定很好奇，宇航天员活了这么长，在太空里究竟是怎么样来洗头的呢？那接下来呢，我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。大家看，挤出来的洗发液是泡沫状的。 洗头还是很不容易的，洗发液打湿之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会用清水来再清洗一下头发，这样会更清爽一些。它直接挤到头上，也是要一绺一绺的。接下来戴上我们的洗发手套，用它来吸干。 头上的水分，最后呢，就可以拿干发帽把头发套上，进行最后的干发环节。这就是我在太空整个洗头的过程。